各位手中拿着的，是他们特训以来全部的成绩记录。最终，根据日常表现和综合测评结果，我们认为成绩合格、能够进入北院的有6名学员。荣金珍同志则应留在南院工作，转为后勤人员。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？既然这样，我坚持认为，把荣金珍同志留在南院的工作安排，优先考虑。哦。 郑处的意思还是要让荣金珍进北院了。我没这个意思。既不能进北院，又不想留在南院，我倒要听听郑处的高见。目前，荣金珍身上的海外来信和海外关系，我们都没有调查清楚。如果把他留在南院的话， 恐怕会扩大影响，对调查不利。其次，他之前犯过2次这么严重的错误，所以我认为，应该暂时把他留在基地的禁闭室里，好好反省一下。也好，在调查小组的最终结果没有出来之前，就让他在禁闭室。 好好反省反省。昨天我的话说重了，现在我向你道歉。说的没错呀，我原本就是个有心机的女人，我宁可让人觉得我不够磊落，也不想被人当成个傻子。看来这人，我是真得罪了。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缓兵之计，把荣金珍关在基地禁闭室，还反省反省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倒要看看你能拖到什么时候。这不是拖，策略。雷处长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发展变化。我相信你对荣金珍的看法 会有所改观，所以我需要你的信任和支持。这一生下来就会走啊，你说呢？我看你现在走道也不稳当。郑瘸子，听好了，只要有我雷霆把关，像荣金珍这样的次品，进北院。 想都别想。大头，郑处特别我来看看你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大头。 赵其荣，这次我没有把你供出来，我不是担心这个。今天食堂吃饺子，我给你打了一盒，趁热吃吧。 赵其荣，谢谢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照顾你，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那个分配结果出来了。
我得去北院，对不起啊，到头来还是没有帮到你。 现在心里很乱，我就想静一静。我觉得静闭室也挺好的。行了。 处长，是子密。哎，王工，今天图纸画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唐工，怎么了？饭盒，我又忘了。啊，师傅，那我去给你。哎，别，小李，你们还有事儿吗？你先忙去，我自己拿去啊。师傅，还说，再见啊。哎，唐工。 查我，今天又查我，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？我们这也是工作嘛，对你配合一下。啊，好。哎，唐工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你今儿又忘带什么东西了？每天呢，都是你最后一个出来，害得我门都不敢关。行了，赶快回去吧。啊，哎。 唐公是个识趣的人，我女儿呢？
一手交图纸，一手交人。我看不见我女儿，我不会交图纸的。嗯，秦妈。 等一下，怎么才一转眼，你就把餐车推走了？这汤里啊，没加胡椒粉。忘了，首长每次喝汤，可是最爱加胡椒粉的。 怎么了，小池？ 陈司令去213工程视察的安排是高度机密，却差点在专列上被人偷渡遇害。想想的后怕，迪特的行动为什么总是审不准、背不绝？我们已经截获了密报。 但就是没能破译。对不起，总部刚刚给我通了电话，刘部长是这么跟我说的。
干得了干不了，干得了就干，干不了就滚蛋，别站着茅坑不拉屎。我这脸没地儿搁呀。正当，我不是给你施加压力，也不是给破译处施加压力。子密一天不破，这个耻辱，701就得永远背下去。风中的鸟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抓住？我尽力。是板子刀，刚刚研制出来，还没有装备部队。保持安静。开始吧。是。岩石大，破译处是。赵其荣到。韩冰到。翟立到。行政处是。韩森到。情报处是。孟小云到。监听处是。首先祝贺大家经过艰苦的特训，今天终于进入了701北院。其次我要告诉各位，进入北院仅仅是开始，更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你们。最近敌特的行动非常猖獗，我的压力很大呀。我今天是给你们带着任务来的，为了保障国防213工程的顺利实施，经院党委决定在701成立一支针对子密的监听、破译和行动的特殊任务小组，代号 Q 小组。雷霆担任组长，正当安能担任副组长。为了防止敌特摸底，我决定 Q 小组的所有成员全部启用新人，就是在座的各位。有关各位的传奇经历，我早有耳闻。希望大家在 Q 小组的行动当中各展所长，不负众望，不破子密，誓不罢休。拜托各位。
郑楚，这么早，什么事儿？这是一道题，请你把它交给荣静珍，以你的名义交给他。 能知道的再多一些吗？最好不要，跟子密有关，对吗？舍不得孩子逃不上浪，事情被逼到这个份上。 我只能下一招先去。郑楚，也许荣金真的有天分，可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的心智足以对抗子密。而且以他现在的状态，他根本没有心情去做您的这套题。所以我才让你把心交给他。你是他最信任的人。 他对701的情感肯定不如你我，但是他对你有情感，说不定这是他努力解体的动力。可这里面的水太深了，你让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就这么跳下去，他能游得动吗？淹死的都是会水的。 你我在他身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，不就是看好他是一个天生的水手吗？不试一试，我不甘心。明白。这件事情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 是。首发室是有严明纪律的地方，昨天谁带的走啊？跑了一院子。 害得我逮了你们两个多小时！我警告你们，下次要是再无组织无纪律，我把你们全炖了！老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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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啊？什么意思？ 干什么呀，老王？哎，你，南院收发中地，先人不得入内。老王，你这又是哪出啊？证件。老王，我们又不是不认识。这不是认识不认识的问题，我问你。 进北院大门要不要证件？要。那我这就不要证件了吗？行。王主任，您看，还知道我是主任呢，老黄的。说，什么事儿？ 荣金珍，过来。这是介绍信，他分配到您这工作。这个什么时候封的？他不是疯子。
时间到，我相信各位已经通过文件，对子密有了一定的认识。接下来，我宣布 Q 小组内部的具体分工情况。孟小云，你负责小组的监听工作。在集训营，你已经学会了无线电和摩尔斯密码，也成功的为701找到敌人两部电台。从现在开始， 我命令你，敌特组织一锤风，必须听得到。是。岩石，尽快熟悉破译子密工作的进展情况，积极配合郑处长，提出新思路，争取早日破译子密。是。翟丽、谭森，你们二位负责小组的保密和情报工作，要及时更新信息，对全部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。 是。韩冰、赵其荣，子密未破，敌人接下来一定会有行动。你们二位负责外勤，一定要加紧防备，随时做好行动的准备。是。另外，补充一下，翟丽同志曾在701外勤部门工作过，有一定的对敌作战的经验，你们要向他多取经，多学习，明白吗？明白。 都看到，收发室可大，有菜园、仓库，门口还有鸡鸭棚，咱们这叫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不要以为你进了南院，就可以自由散漫、任意随便。收发室不是养闲人的地方，以后我就是你的领导，有事先报告。每天早上6点钟出操。 早饭以后送报纸信件，午饭先浇花，天黑之前跟大宝巡山护林。哎，这就是你的宿舍。报告。谁是大宝啊？来，大宝，打个招呼。别怕。你好。来。 看到了吧，收发室的特点就是大，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清楚，房间虽然大，这边是咱们的学习阅览室，这边才是你睡觉的地方。每天要把内务给我整理好，我会天天来检查。报告。说。我想上厕所。出门右转，走到头。 谢谢。站住！进来的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报告领导。 我想上厕所。过来。懂规矩不？ 凡是来这个院的，都得先过火3招。你先。我不是来下棋的，我想上厕所。站住！这是命令，懂吗？哦，还找我！ 安教官，救命啊！啊啊啊！啊啊
我杀了他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杀了我的儿子，他是杀人犯。冷静，放开我！冷静，我不是放过你，别让他跑了。冷静，我不会放过你，别让他跑了。我要给儿子报仇。冷静，你一定要冷静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眼睛，认识我吗？你是谁？行动处的安能啊！安能，想起来了，我是安能，不认识，我一看他就不是好人，他肯定是特务，是敌人派来的，快把他抓起来！快，他不是特务，他是我的人，你的人，对，我的人。 他跟我亲弟弟一样，今天刚到说话时，以后拜托你多多照顾他。那他会下棋吗？荣启真，你会下棋吗？好像会。那到底是会还是不会？在家的时候陪校长下过棋。他很聪明。好，好，你以后就陪我下棋，因为你杀死陆大子，逼他陪我下棋。 不了解他们，等熟悉了之后，你会觉得他们非常可爱。安教官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没表现好，没能进北院，害你白陪我练了那么久，白挨了那么多打，摔了那么多次。不说这些了。 都过去了，其实这儿也挺好的。你还记得你第一天来701就跑到我宿舍，哭着喊着说要回家，你说不想写遗书放进冥箱里。现在好了，不用出任务了，也不用写遗书了。安教官。 以后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出任务的时候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有什么危险。我不想你死，也不想看到你的遗书。南院、北院就隔个门，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。你咒我死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记住。 南院、北院都是701。人家王主任说的没错，不要以为进了南院就可以放松要求，无所事事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工作的。还有，陪那个人下棋。但是，光做这些还不够。 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做题。来之前，郑处长特别嘱咐我，一定要想办法让你在南院也保持状态。而保持状态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做题。求你了。
瘸子一定对我很失望。自从考核成绩最后一名被刷下来，他就没有正眼看过我，也没有跟我说过话。我答应过他要去北岩帮他算题的，可是现在我只能在这里陪别人下棋。 永金真，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不自信。你要记住，不管经历什么，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，你都不能放弃。我相信郑处长说的话，你是个天才。 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这几道题，你认真研究研究，记住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。 如果能算出来，就立即打电话告诉我。如果需要我的帮助，也可以给我打电话。那你要是不在呢？那就给我留口信儿。怎么留？我们也定个密码。算出题，357，帮帮我。 八八五，357，885。你请。 郑处长，部里派来的笔迹专家单博士到了。 你好，请坐。经组织批准，我们现在可以模仿荣金珍的笔迹给约翰里回信了，请注意内容。我们要在信里向约翰里透露，荣金珍。 正在从事密码破译工作，在思路上遇到了一些瓶颈，希望获得他的帮助。明白。今天。 是你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。作为收发办主任，首先我代表南院，代表收发办欢迎你的到来。鼓掌。荣金珍同志，能经过层层选拔。 历经重重关卡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来到这里，成为收发办光荣的一员很不容易。但是，作为你未来工作上的领导，人生路上的师长，我要在这里提醒你：来到这里，只能代表你过去的成绩。南院是你的新起点，收发办是你的新开始。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，我们701仍肩负着保卫祖国。 抗击敌特的重任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你要做到戒骄，戒骄，躁。你要做到戒骄戒躁，鼓足干劲儿，尊重领导，团结同事，在收发办的广阔天地里。
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。下面进行大会的第二项。方才，经理啊，下面进行大会的第二项，新同志向老同志敬礼。冷静镇到，向前一步走，敬礼，李斌，向左转，向老同志敬礼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念都念不顺，白给你写了。大会结束了，可以下棋了。来来来。和我。